好，一些通告的话，能够继续的保持好体力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在进行这个我们的电影播放之前呢，当然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来到现场，我们先短暂的先进行一下这个平面拍照，还有这个媒体联访之后，我们再把时间还给我们的各位朋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